Anello 精品项目地处伦敦北一区，步行两分钟至 Camden Town 地铁站，步行20分钟至 King's Cross 国王十字车站。它有着国际大都市的繁华，也有着闹市中的宁静，位于风景秀丽的摄政公园旁，紧邻 Camden Town。 这里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文化风光，是一区内的宝藏之地。 Camden 是一个年轻时尚充满活力的地区，幽静的咖啡馆、古老手工制作店、琳琅满目的古玩市场和精品店，极具设计感的维多利亚式建筑，这里独特的艺术人文气息吸引着世界级的音乐家、导演、影星、歌手和设计师，他们在这里寻找着艺术灵感。伦敦最重要的摄政公园樱草山 Hampstead Heath 都位于 Camden。 住在这里，你可以到诺丁山和樱草花山的古玩市场和各种精品店瞎逛，淘自己喜欢的商品。走累了，就到街角的咖啡店，静静看着太阳西下，望着远处繁华公园里的青绿，悠闲自得。关于优质生活的画卷就在你眼前展开。项目步行至 Camden Town 地铁站2分钟，步行至摄政运河5分钟，步行至摄政公园8分钟，步行至 King's Cross 国王十字车站20分钟。它地处繁华地段，却又能闹中取静，既能远离喧嚣吵闹，又可以快速到达市中心。在 Camden 行政区内一共有17个地铁站，距离伦敦金融城也是步行距离。项目为封闭式小区，有24小时门禁，为住户提供了安全感。小区的绿化区域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区，这里是居住、文化、历史、音乐和空间相互融合的地方。项目是由1930年的 warehouse 改建而成，拥有独树一帜的层高和大面积落地窗，一共仅22套全线房。项目经过精心设计与街景融为一体，阐释了现代生活的美感。 Camden Town 地处伦敦非常巧妙的位置，它紧邻摄政公园，背靠大片豪宅区。住在这里，你可以尽享 Camden Town 活力街区的魅力，小威尼斯的宁静、国王十字的便捷以及摄政公园的美丽。 Anello 全线房，一房59.5万镑起，两房75万镑起，三房115万镑起。 Lisa 看房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